劲儿这确实有。我采访过刘德华，刘德华现在什么人采访都接受吗？哎，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像刘德华这件事儿对你的人生轨迹的影响，你觉得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能通过模仿他能养活我的一家人。那你当时模仿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因为年纪的原因啊，方方面面原因模仿不下去了，你要怎么办？所以我现在我就来到这个舞台，所以就是来找工作的了。等于你现在走投无路了，想起我们来了。开个玩笑，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你04年到18年，14年的时间，在各大酒吧做驻唱歌手，对，薪酬在10000以上，对。然后个人原因离职，为什么离职啊？因为在酒吧里边天天应酬，又要喝酒，又要在台上唱歌，现在嗓子反正也废了一半了。您今天来这儿就是觉得说想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哎，对。但是您这个过往的经历，我看着都不错呀。某影业公司的制片人，月薪近20000。对对对，你这制片挣的比我们制片还多呢。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你想找一份什么工作？就找一份直播带货的。有意向企业吗？只要企业意向我，我就意向他。但是云川，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今天站在舞台上的到底是刘德华的模仿者，还是求职者刘云川呢？还是一个求职者吧。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就是我还是感觉你的一招一式好像都在模仿，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可以叫我们看到真正的刘云川是怎么样？刘云川的话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如果用刘德华的方式跟你聊天了，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你是这样说话的话，我觉得你就比较适合于潮汐了，但是就是你刚才那个样子，我就不知道你应该去哪里。丹奎尔的其实可以理解啊，这是一个10几20年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许您酷似刘德华的这个相貌也给您带来了人生的一个偏得。而且他回答的特别重要一点叫什么，就是说他觉得他这个职业养活他一家人，就是很务实。懂我，做过直播带货吗？给一个企业，一个家居企业做过。你给那家企业带货的成绩怎么样？很好，当天他们有80多万的人在线吧。在哪儿播呀？他们是通过的微信的一个治愈平台。80多万人同时在线，你做了多少销售额？因为我们只是去演出，真正的那个后面营业额我不太知道了。好，各位企业家根据他的综合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刘云川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第二轮天生我有才。我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啊。你为什么不选择模仿刘德华呢？因为唱了这么多年，我也想有一首自己的作品，我也想致敬一下我的偶像刘德华。好，我就写了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哦不是刘德华。来，一起欣赏。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嗨，哦，像一颗尘埃，而爱上唱歌的靓仔，每天唱着谢谢你的爱，哦耶，谢谢你的爱是给我一种快乐的存在。每天起床都要对着镜子大喊一声加油刘德华，加油刘力豪，我是刘力豪，好在好在你最帅。每次走上舞台，粉丝们都大喊华仔华仔 ，Oh no， 我的小可爱，我不是华仔，其实我只是一个笨小孩，只是长得酷也长得有点帅，只帅跟着音乐一起摇摆，跟着我。一起摇摆，一起耍帅。谢谢。哎呀，你这歌哪都好，就是唱得短了点。我买的咖啡还一口没来得及喝呢。云川，你写这首歌的意思是不是像过去的你说拜拜？有那种感觉，想好好的做一份工作，不想再到处漂流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强行的切割。
因为它必定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可以把这个元素用好它。而且再回到求职上啊，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艺人转型做主播其实是有天然的优势的。你觉得你缺什么？我是缺公司，缺团队。之前有没有尝试过和公司或团队合作？就没有尝试过，因为一直都在演出。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直播团队？想找一个能够帮我一起共同打造账号，叫我直播带货，怎么去运营这个东西，一起来做一个 IP。 但你这边能给企业创造的价值我们暂且不说，你能提供的最大化资源就是你的这个形象。我这么总结你认同吗？认同。所以我赞同潮汐说的话，也别跟刘德华茫然地做切割，应该去把它作为你求职和职场发展的一个有利的先天因素。对，你还应该继续珍惜这份资源。但我确实觉得，你如果光是靠你的演唱或者是你的这个氛围调动能力，在当下去打造一个你个人 IP 做直播的话，我认为是有点难的。因为销售主播来讲的话，我认为从第一轮到现在，我觉得你的身上的特质不太具备。但我建议哈，你是不是可以真正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份销售的工作，而不是做销售直播？也考虑过，但是我没有学过这个专业，我也没有经验。你直播销售也没有专业啊。他刚才表演他的才艺，你要在当下做一个主播，不管是娱乐主播又还是带货主播来讲，我觉得你其实很难变现的。我觉得相对于你刚才说的线上难变现，我倒觉得你给他那个主意和建议更差。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和知识体系，你让他到线下做某一个领域和某一个品类的销售，对他来说还不如让他去线上。咱们往下细问吧，娱乐主播和带货主播，你确认是带货主播？我确定，我只喜欢带货主播。好，特别好。对，带货你对哪一类货品你觉得你擅长？服装吧，男装。那男装如果说现在你就是斯凯勒的男装主播，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说怎么样去给他带货，要么你就演一段给他带货，你选择哪个现场展示？这个怎么弄了？这个就演吧。假设卖一件冲锋衣，这件冲锋衣的特点的话，防水透气，零售价1500，然后今天呢是800块钱。像我卖这个衣服是吧？对，叫什么来着？冲斯凯勒冲锋衣。你知道冲锋衣在什么时候穿吗？这就是风衣吧，是吧？这就是我提醒各位企业家们的问题，就是他可能甚至连冲锋衣都不太了解，所以要给他提建议，还是要根据他的整体的基本素质来推荐。那就挑你一个最熟悉的，就你里面那件白 T 就可以。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和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OK， 接下来今天为大家卖的这个产品呢，就是斯凯勒的 T 恤 ，Everybody come on 啊，这个 T 恤很棒啊，现在在市面上是卖300元，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是超级大优惠啊，只需要99元，穿上这个 T 恤呢特别吸引女孩子的目光。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秒杀吧，如果谁买这件衣服，订单能超过100单的话，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忘情水》，来3、2、1。Come on， 你对你刚才表现满意吗？我觉得我们秒杀的时候那个气氛带动还是挺满意，但是对前面介绍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我是觉得从产品上你肯定讲的非常短，然后没有讲透，包括跟消费者就这件衣服的互动也没什么，然后就直接到超过100单的话，其实是如果你一单都没做出去你就想100单的事，其实有点不太现实。我对刚才的表现不是很满意。我多说一句啊，就是我觉得你比很多直播带货的那些主播们更有那种屏幕的穿透力，在这一点上短时间之内我是能被你吸引住的。我觉得那个100单什么它只是临场发挥嘛，不要太较真儿。问一下，就是你想干这个主播，你了不了解一场直播里面有核心元素是什么？这方面还真不了解，所以那个我就想通过那个去一家公司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关于直播带货呢我可能不太懂，但是我给你讲个真实的场景。前几天我们非你莫属的直播间啊，我们在做这个课程的一些带货，在我们上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流程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小女生，她来上去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她先和观众产生共情，把观众想办法先留下拉近距离，然后再去用一个同理心去告诉到大家我和你们站在一起为什么要去买这些课程，然后她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当天我学习到的，但是通过你今天的这个方式，其实你跟大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好像不是很强。如果你真的想走这一行的话，它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那回到你的职场上，站在我的角度，我真的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在模仿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深入下去。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陈黎明，其实他的直播我经常看，我们就会发现他会把很多刘德华的一些老歌，现在不是特别传唱度高的，
他就会在直播间中唱，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粉丝，而且他非常的坚持。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或许你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你也可以向他有一些学习。我想请那个秦总回答一下，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啊，对，这个岗位有什么关键的要素是需要具备的？做产品销售的话，就是人、货、场这三件事儿。其实你在场控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有问题就是说，在货上面是不专业的，啊，在人上面呢，人就是流量，啊，这个流量是可以通过场控和货这两件事情，包括专业的投流选手或投流人才可以做到的。所以呢，这个直播岗位实际上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说主播，他是一个专业能力的，还有一个呢叫直播管理，啊，他是要去串场的，就是说我的人怎么搞，我的货怎么搞，我的场控怎么搞，我的客服怎么搞。我挑战一下秦总刚才给你的点评。第一个，我觉得你还非常适合直播带货，原因是我觉得人货场的时代在数字化时代里面比较过时，今天新的时代是 IP 内容和货。你首先我觉得你绝对具备打造 IP 的能力，不管是通过模仿还是热场，你有 IP 的能力，因为我们短短的时间内我相信我们都很难忘记你。第二件事情是你也有做内容的能力，短短的直播的那几秒钟你确实有舞台的表现力， IP 和内容你都有了，你只要找个供应链你就一定可以开播，所以我认为直播带货这个事情适合你。我觉得你说的比较贴近我的想法，因为我这边有投资相关直播带货的企业，所以我想给一点专业的意见了，因为前面两位可能各自领域有做。今天直播带货就分四种，最简单的就是卖便宜的，但在直播带货里这一类走不了太远的，因为不可能大家毛利越做越低。剩下就三种，喜欢你，成为你，信任你。刚才比方说韩一说的是喜欢你，那粉丝如果喜欢你，你卖什么他都买，但是你的 IP 过去并不是特别成功，所以这个你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你未来能不能吸引足够多的粉丝来喜欢你买你的货。那花姐需要的是信任你，因为他们要卖自己的品牌，包括秦总其实也应该是这种类型，就是他们希望的是我是公司的号，你来帮我带，但是用户来买是买我公司的产品，所以一定是要信任。而你在你刚才的表现里边你缺少了那一部分，就你在按粉丝喜欢我的那种逻辑去卖那些需要信任的产品。其实我刚才对你的表现打分不会很高，是因为你是穿白 T 的人，男性穿白 T 多少都知道白 T 的痛点，比如说容易变黄，比如说容易皱，比如说领口容易松，那这一点上说明你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对产品的观察力不是很强，所以未来你要做直播带货这方面稍微加强一点。但磊哥，产品他慢慢学啊，但是我想说信任你的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客人来到的是斯凯乐的直播间，这个通过品牌已经解决掉了，但是他呢再通过他自己的形象和有一些这个特长的表演让大家又去喜欢他，其实我觉得这是品牌和主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这点是这样的，为什么说喜欢你跟信任你有区别呢，就是如果这个号是你的粉丝来的，那这些粉丝本身就是喜欢你的，所以你说什么都可以。但如果是一个好的主播去了一个品牌的号，他一定是让这个品牌号的粉丝觉得今天来播的这个人是懂这个品牌的，所以这就是信任和喜欢略微有一点点差异的地方。但这我只是说类型，那实际上运作里头有很多要素是混在一起的。来，我们考察一下刘云川的职场情商如何。领导要买房子问你借钱，你手头没有那么多钱，他提出来让你办个贷款给他，给你利息，你借不借？如果我的经济有这么充足的条件下，我觉得可以借给他，但是在我整个家庭我没有这么多钱，我自己生活都比较困难的时候，这个领导要找我这样去借，而且是要贷款，那我就肯定会问我的太太可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家里不那么困难，你借这钱也会跟太太商量吗？你问的就是两种可能性吧，就是我觉得不管哪种可能性我一定要跟家里边商量一下。如果说您太太不同意，你会怎么样去回绝你的领导呢？比如说大卫老师就是你的领导，你怎么跟他讲？领导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家现在也挺困难的，这个钱真的拿不出来，拿出来我们家都借不开锅了，你不让我活了吗领导，对吧？你说我现在要是有几百万，我甩你一百万没问题，你看我现在生活都很困难，有这个心没这个条件，对不起。大领导，您听完了他的回答您什么感觉？唉，
怪我当年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瞎了眼呐、啊。云川呐、啊，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家里揭不开锅了，你不会借给我这笔钱。今天这钱我要不要放到一边？倘若我今天就公报私仇，我因为你不借给我钱，我就让你从我身边滚蛋。我问你，你家还揭得开锅吗？领导，我想办法去帮你搞这个钱。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假装是你的领导，模仿你的领导，我用这样的话威胁你，你就会屈服于我的威胁，然后答应再帮我想办法凑这个钱。嗯，对，因为我毕竟，比如说我要靠你发工资嘛，对吧？我还是在乎这个工作，我很实在，对吧？我会尽量去帮你想办法。刘先生，您刚才回答有点油腻，但是缺少情商。其实你不职业，你是用的是我们家里面的那个野路街坊野路子的方式来说。但是真的回到职场当中，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真的遇到了像大领导今天这样的领导，我建议我们的求职者一定要离职。你领导的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代表这家公司的文化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职场人千万不要是因为所谓的权利然后去委曲求全，去做一些自己不是特别愿意的事情。在这个点上面，这是我的见解。借钱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原则的。对，我们说一般的资金资源，像这题说的信用，它其实借你的信用来借钱嘛，这种一般是向上求助或向亲友求助。如果是服务体力或者你的时间，一般是底下人可以帮你。所以如果他是你的领导，他原则上是不应该向你求助的。所以他的初心本来就是错的。但是这里也反映了云川的一个问题，跟你借钱，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是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的，但你是表达了一个哎呀有钱没钱啊这样的区分，我会觉得你在某方面的标准和原则性是不够强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个问题，就说明我觉得他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他能够迫于生活压力，他很看重这种一份工作。来吧，各位刘登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的话，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刘云川成功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虽然我刚才对银川提出了一些挑战哈，但是我依然觉得你还是有带货的潜能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因为内容是由你来设计的，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唱歌啊，把这种活跃氛围啊全部结合起来。银川，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施凯德是打造自己的 IP 还是打造IP 是公司的 OK， 就还是在施凯德品牌旗下，然后你是这里的一个主播但是交给你的是专业的直播带货的知识以及商品运营的知识，因为在这些都是需要你掌握的。我先说一下我们公司啊，我们做生鲜的，还有一些网红食品，面对 C 端做销售的啊，有自己的那个直播基地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岗位您这个形象呢就可以以人货场这个基础逻辑升级为 IP， 工作地点在天津。也是打造我个人的 IP 吗？还是打造也是公司的还是那个 IP？ 我是想知道。首先肯定得以我们的产品品牌和产品，把一个号或几个号先有一定的基础。第二阶段呢就是基于人物从喜欢到信任。谢谢谢谢。好，谢谢。来，云川考虑一下，在斯凯勒户外和黑马仓储购之间选择其一，当然如果你觉得都不好，那你就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几秒钟。好，时间到，求职者刘云川，请告诉我们你最后的选择是？我选择这边斯凯勒。祝贺曾花，也恭喜我们的求职者刘云川今天求职成功。来吧，和我们的企业家握个手，也感谢秦伟。谢谢你，欢迎云川。感谢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谢谢秦总，谢谢你们。